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 channel My Pure Land。我很久没有做视频啦，我今天看到一个网友的提问，觉得是时候要做一下视频了。我先读一下他的问题吧。他的问题是，他已经结婚有孩子了，和妻子没有感情，而且没有同房8年了。为了孩子选择不离婚，现在孩子大了，如果这个时候有外遇，这属于邪淫吗？好。我看到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你知道我就是拿着手机，我说了一句："哇，这就是你修行的时候了。你这个时候不修行，你什么时候修行啊？时机到了。"而且我会觉得你还算是我觉得蛮有智慧的一个人。为什么呢？在修行的过程中，我们讲闻思修，我觉得你做到了闻思，因为你一定听闻佛法，所以你知道邪淫。因为你在想要做这个。这件事的时候，你有深度的去考虑，所以你做到了思考，所以你提问了。那为什么我说这是你修行的时，就修行的时机到了呢？如果以我们，人类道德的层面来讲，其实这个事情你应该是选择在跟你太太离婚、分开、走完离婚程序以后。你再去寻找下一段的感情，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程序，道德上你应该做的一个程序。那在佛教中，既然你提到邪淫，为什么以前的佛陀也好，高僧大德也好，五戒也好，我们有讲到邪淫，会有这个邪淫？因为这个世界上我们会有一个缘在里面。可能很多事我们都避免不了，遇到我们的缘分会有一个婚姻的存在，所以会有人类延续嘛。那为什么不要有邪淫呢？因为邪淫，所谓邪淫，我觉得就是说可以给你带来一个，就是没完没了的一个业，它会给你带来一个就是一个圆圈，那个循环的一个业力。你能做到，你今天。有外遇了，你家里的另一半知道了，他是无怨无恨的，他是完全祝福你的吗？如果他可以做到了，完全你们可以先走离婚的程序，然后你再去寻找另一半。我相信你想要找外遇的时候，一定是可能家里的另外一半未必他觉得是时候分开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会产生一个怨呐，他会有一个怨力。就是不是发怨的怨，是怨气的怨，抱怨的怨，他会有个怨，他会有一个仇，这样子的一个东西，我会叫它是一种能量，这种能量强大到它可以带着去生生世世的轮回，它可以回来，我就是要报复你，我对你的仇恨，你今生这样子对我，所以佛陀他的指示是希望我们可以解脱，可以脱离。这种苦难，而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被别人回来寻仇。那当他寻仇的时候，你下一辈子你也是没有办法去修行的，因为你会给业力所捆绑。其实所有一切东西都是因为你当下没有定力而做错了一个选择，因为人生不外乎就是选择。所以现在当下你要修的是什么呢？我说你是时候修行的，你要修定力。因为定可以开启智慧，你就会有能力去帮自己解决你自己家庭的一个问题。定力是非常重要的。那这个定力可以带给你什么呢？怎么个定法呢？定力就是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们都很渴望一份被理解，所以我们。内心都是觉得孤独的，喝着一杯咖啡或者喝着一杯酒，仰望着天空的星星月亮，觉得啊，没有人懂我，我好孤独啊。太太不理解我，先生不爱我，我跟父母有隔阂，沟通不到，我的好朋友也不理解我，他们都不理解我，所以我们渴望，我们孤独嘛，所以我们渴望的一份爱，一份被理解，所以当下。我们就会做出一个，我们如果当下遇到了一个诱惑，我们没有定力，
我们就会造成，我们做错了一个决定，我们就会造成一个业力，就是一个因果，一个轮回开始的。有时候轮回也并不是说你死了以后再一个轮回，我觉得每一天早上起床都是一个轮回。今天轮回了，你所做的事情就是你种下的因，然后你就会有一个果。所以当下你要修的定力是，你要问你自己，你可不可以抵抗你现在内心的孤独？然后去处理好自己的家务事，再开始另外一段感情，这就是定力。定力是很重要的。有的时候我们不说四禅八定，我们不说就是脑子里面要空啊，就是要不想东西啊，就是我们不讲这些，因为有的时候人在烦恼的时候很难做到那样的事情。我们只用佛法来处理你当下的这个问题。你可不可以先做第一步，是修一些定力，不让自己先走想要找外遇的这一步，可能你有了定力以后，你就会知道什么对你是最好的。那什么是对你是最好的呢？什么为之叫好呢？好，我告诉你什么是好啊，我的理解范围就是，你可不可以，你的心可不可以去承担你所做的那个行为给你带来的那一切，任何一切带来的一个结果，不管这个结果是怎么样子，你能不能去承受？你能不能去承受家里孩子的难过，妻子对你的怨恨？你也能不能去承受？哎，你真的以为你找到了一个很好的，但结果哎好像也不如人意，然后又是不好的，你能不能承受这样子的一个结果？你能不能承受一个长期的一个跟别人怨恨能量？就是纠缠那种仇恨的这个结果，或者有的时候是带到下意识的，就是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去 handle，就去处理自己这个心理。我觉得这是你一个要关心你自己的当下的一个问题，而不是去考虑，我当下这个行为属不属于邪淫？难道说，哦，不属于邪淫，你就去做了吗？好，如果。我们说，今天你跟妻子分房8年了，而且没有感情了，太太也不爱你了。好，没有感情了，你有外遇了，这个行为不属于邪淫的话，那你又能不能承受你回家你妻子对你的怨恨？你又能不能承受你小孩子看到夫妻这样子，他心里面所受的伤害、影响、难过，或你又能不能承受外面那一个结果？好像也又是不好的一个结局，你能不能承受？所以我觉得不是说这是不是一个邪淫的行为，而是当你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的时候，你敢吗？你敢可能生生世世有一个被你曾经背叛过的人，然后他对你的怨恨吗？我觉得有时候，我觉得有时候人要学会胆。等一等，你跟我们每一个人都跟每一个人有一个缘分，有时候那个缘分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，它是有一个期限的。那在这个期限还没有完、还没有了结的时候，就在这个时间段，既然你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了，我觉得修行就是一个帮你提升你自己，而且可以帮你处理很多你当下情绪的一个东西。所以我才会觉得说，你现在不修行，那什么时机才是修行呢？你知道，不管是你下一段的那个恋爱带给你美好、甜蜜、幸福，但是那种幸福感、那种甜蜜感，都是一眨眼就没有了，并不是说那种感觉是能维持很久的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佛陀说，我们很渴望得到幸福，但是所谓的幸福是我们就像泡沫一样，它是抓不住的，转瞬即逝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佛陀要让我们看清真相，你到底在追求的是什么？所以你现在当下，我可能你想要找外遇，是你渴望爱，你不想孤独。但是这真的是你要追求的吗？
这个是不是真的能陪伴你心里一辈子的？是不是你下一个他能给到你感觉？如果说你找到下一个，他能跟你白头到老，如果他比你先走的话，你心里面还是会有孤独的。那究竟你要怎么样去解决你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孤独，解决你自己心里面那个渴望被爱？我觉得那个是你当下你要做的。其实你要认清你自己的内心，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个决定？我要去找外遇，究竟我想在这个外遇的身上得到渴望，得到一个什么东西？你把你的幸福交出去了。我觉得在你渴望去寻找一个爱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就把你自己幸福交出去了，你把你自己的生死权，你把你自己的那颗心交给了外物。外物，你要知道，外界的一切是不受你控制的，你不可能去控制别人爱不爱你，对你好不好，跟你吵不吵架的，你唯有能控制的就是你自己的心。那你会爱吗？只有一个人，他是会爱的，他才能真正的得到幸福。我相信，如果你学会爱，你有爱，其实爱是一种智慧，你会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当下你跟你太太之间的那份关系。我觉得你还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。其实这个视频也不只是对你，对任何一个在婚姻里承受痛苦的人，或者在生活里承受痛苦的人。我觉得那是一样的，或在友情里承受痛苦的人，这是一样的。我们真正的想要去找一个很好的朋友，想要去找自己一个灵魂伴侣，是为了什么？你内心在渴求什么？你看到了那份渴望吗？那份渴望到底是什么？那个东西，外面那个人，是不是真的可以填满你内心的空虚？我可以，很肯定的告诉你，不可能。你找到什么样的伴侣，什么样的好朋友，你内心是填不满的，还是空空荡荡的？很多有钱人也是的，最后心灵是空虚的。你要记住，幸福、爱是自己给予自己的，就是应该怎么说呢？如果你自己成为了一个爱，当你学会爱，你成为了一个爱的时候，你就不需要爱了，因为你就是爱的本身。这样讲明不明白？我觉得这是你应该去追求的，这是可以带给你永恒的。讲到永恒，我再讲一下定力，我就是让大家修定力嘛。你知道我们生生世世，或者有些人生来就有神通，神通这个东西，下辈子可能你投胎做人就没有了哈。但是定力这个东西是你下辈子还会有的，就是有，我看过有些人，他是以前修四禅八定修得很厉害，虽然四禅八定的定不是正定，但是修过定力的人再过来。他在人世间会活得很开心的，因为他会什么都不 care，因为他有定力。他做什么东西就是我不会受外界的影响，哪怕今天有一个，应该怎么说？如果他在境界里面有一个魔王过来引诱他，他也靠他的定力屏蔽一切东西，他是不动的。但是他跟修我们成道，那个不动是不一样，但是他也是不动的，他可以屏蔽一切东西，所以定力是很重要的，最重要是定力可以开启智慧，所以我才会说你是时候要修定力的，因为在这个当下这个时候，就是检验你定力的时候，你在修的同时，你修一直往前走，然后你就会看到你自己的进步，你的心。晃动不晃动，晃动不晃动，来来去去的时候，你把它定住了，你会有很有成就感的，你觉得我进步了，然后你就会升起智慧，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，你要用一点时间，用一点时，就是
每天用一点时间，不可能说我做了一两个月，给自己一段时间，你会发现你自己改变了，而且你会发现你看事情，你思考问题的时候，你会从不同的角度，所以你不会再问这是不是一个谐音，你不会用这个角度再去考虑这件事情了。这个时候很多东西迎刃而解了，好吧？就是这是我想告诉你的，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。很多时候你想在别人这边得到一个答案，我可以给予你一个我的看法。但是最后面所有的事情还是要靠你自己的智慧去做一个选择，人生不外乎选择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在你当前，真的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去磨练自己的心性啊！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之中，就是在修心性这个东西啊，所以还是要感恩，感恩自己的另一半，让自己。就是有在，可能你这8年里面过得很辛苦，你的经受，你的精神可能也面临过崩溃，但是当你有一天，你因为这个事情，你而今天去修行了，你修了定力，你会回来感谢，感谢这样子8年的经历，你会感谢你太太，但是首先你一定要自己做到进步，你要去做这个事情，你要去修这个事情，你才会反过来去感恩，有这个心态。如果你不去做。修定力这个事情，你的心里面只有无尽的痛苦、无尽的孤独、无奈、无助，这是没有，佛陀在世也是没有办法帮你的。如果佛陀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用修啦。最后面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佛，我们都有这个力量在的，就是看你什么时候那个 timing，你迈出去这一步。你去走修行这一步，所以我觉得当下现在就是你要迈出这一步的这一个很好的时机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。谢谢你看我的视频，也谢谢你提问，也希望我解决了你的疑惑。当然我只给你一些我自己的建议。希望祝你一切都顺利吧，好吧？下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